大家好，我是强子。今天呢，我那个侄子过生日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去那里面抓一只土鸡，然后杀了拜神，然后呢，到晚上就拿到我姐外面那个奶茶店那里吃饭吧，因为外面有那个 K 歌，然后我们到晚上到外面那里，顺便就唱点歌，是吧？走吧。徒手抓鸡啊，这个要一招制服，你知道吗？这动作很熟练嘛。这个是公鸡还是阉鸡啊？就这个啊，我看一下，那个是公鸡，这个是阉鸡，不过这个有点小啊。再抓一个，这个有点小啊，那个就够大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先拿着这个。我怎么拿？不先绑着，要不等下抓不到那个的话，就用这个了。这个应该也够大了。这个就不够大了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瘦瘦的呢。哎，休息喽。这个够大吗？就这个稍微大一点。你看这个土鸡这种颜色可以吗？土鸡啊，okay. 什么都不用放，就放一点姜，放一点盐，随便这样煮一下，它就很清甜的，我说。神也拜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拿到我姐外面那个奶茶店那里去，因为我大侄子回来的话，他从学校回来的话也是在外面那里有，在外面那里比较方便吧，然后我们到外面那里吃，出发，走吧。有，可以不？小莲好不好？要不要炒木耳？没有怎么炒了，就地取材。有。终于烤完了，一桌菜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白切鸡，吃完饭了吗？蛋糕来了，走。
哎呀，祝我侄子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嗯啊，嗯。我说，我也有哦。